木给的压力太大了呀！我操。那我也值不来这个，我居然死了！我操！你要播多久啊？啊，三个小时。什么时候达标啊？三个小时。三个小时吗？哎呦，追不过呀！一杯一堆呗。哎呦，就两个刀也在那说，不过这 EZ 没什么难的感觉。我操，这雷欧娜去中了。哎，行，连闪现都没打出来。没有上单赵信、啊，这放完 W 没放完 W 没蓝 E 开行啊 ，EZ。绝对没想到我来吧，这不，讲道理，走位，哎，不在，50%的伤害。哎，我好像帮挡。可能打不就没了。啊！我的妈！哇、哦！我、哦、还好升级了，我操！不在的，啊，直接肿呗！
我操，干嘛？哎！啊！这越还有点不讲道理啊！我操！啊，进化了！感觉一股要 W 闪的味道，糟心！我操，真的假的？这布隆啊？给别人杀的有点没道理、啊。就一个 EQ 点打了我一半多血，有你的呀，真有你的。哎 ，Q 中了吗？好像是，不是 E 中了吗？甚至好像都没 E 中我。哇，兄弟，射程你这个枪啊！哎，我操！啊！再喷一口要死了，我操！再喷一口，快走，快走！那 EZ 不会挂大了吗？两口痰差点给我吐死了。我操，离这这么远都还在想着杀我呀，我操。哎，玩 AD 是这样的，别看对面假装没在看你，其实他妈都心里藏着呢，我操。AD 只能说 AD 玩多了是有那种感觉的，就打团的时候也是，对面假装在那打前排，其实岛就盯着你了，假装在那打前排，岛就盯着你就等。